家好，欢迎来到梦想剧场。米兰时装周于近日启动，演员任嘉伦作为 ITRO 品牌代言人受邀参加了此次时装周活动。如今已圆满结束，任嘉伦此次出国表现观望下来，忍不住感叹下堪称一人模板，传承中国文化，一送品牌 CEO 中国飞翼团扇。在米兰时装周这个国际秀场上，任嘉伦将中国飞翼团扇作为礼物送给了 ITRO 的 CEO。现场还展示了双面苏绣的独特魅力和寓意所在。任嘉伦这一行为得到了不少网友的认可，你邀请我看秀展现你们的时尚文化，我便送你飞翼团扇向你们展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，公众人物出国交流的意义大概在此。至于饭圈看中的艺人待遇，这个也不是没有，中国区总裁一路从中国护送到米兰，品牌亲迎，关门探店，配置了专门的保镖和翻译，与 CEO 和设计总监合影，秀后专访，可以说品牌方给他的待遇很高。不过今天要说的重点不在此。二，秀场上的大熊猫手机壳，没看错，任嘉伦看秀现场的手机壳图案正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，这是源自中国文化的自信。三，刺绣复古风外套，是的，任嘉伦在此次 ITRO 米兰秋冬大秀中选择的正是一身刺绣复古皮衣外套。刺绣，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，中国元素就这样再一次出现在国际秀场。可以说任嘉伦此次米兰时装周之行，在潜移默化中很好地传承了中国文化，独特挂包方式引起热议。正如所见，任嘉伦当天别具一新的挂包方式引起了热议，新奇而巧妙，既释放了双手自由，又能很好地展示品牌方的包包。不得不说，哥们是有些自激令在身上的，颜值给力。任嘉伦此次活动全程颜值在线，状态很给力，包括记者出图，任嘉伦也扛住了。何为记者？在娱乐圈有句话叫，能经过记者镜头检验才是真正的高颜值。就是说，任嘉伦这张脸很上相，热搜广场的网友文案更是一绝。很会夸。说起来，任嘉伦这次三套搭配都非常不错。第一套，机场出发造型，休闲长款大风衣，附一张戴帽子版。第二套，探店造型，西装配花衬衫，这身很绅士。第三套，看秀造型，刺绣皮衣搭配牛仔裤，皮雅而贵气，他驾驭得很好。对于任嘉伦此次时装周亮相，网友的反馈同样是好评不断。用华丽辞藻来说，是兼具西方的深邃和东方的柔和，自成一派清艳风骨。用朴素的言语来，那就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当爹的，道理是一个意思，帅。最新消息，纽约日报也发布了任嘉伦看秀相关，据说是这条报告中明星里唯一的东方面孔。纵观全网反馈，任嘉伦这次表现可谓是收获了一致好评。说起任嘉伦，近年一直在低调拍戏中，很少出来活动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挺好。最后期待下这哥的新剧《烈焰之舞》更季，据说即将定档播出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